可能是因为 CC 公主的原因，我一直对这座城市是充满向往的。然后这次来，我觉得就是带着一种不一样的对的感情色彩来到这里啊。然后当看到了国会大厦，看到了皇宫，然后也去了CC 曾经去的那个甜品店啊，走过就是你能感觉你走过他曾经走过的印记的那些地方。心里就有些小小的嫉妒。瞭望台，大家可以大声喊出来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做的是最真实的自己。在那一刻，我对着天地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很浪漫。我就是想把所有的话喊给他听，喊给我爱的人和爱着我的人听。我觉得那是旅行的意义。